着月色滑落，我合紧双手放在胸口飞，看见你像夜空的彩虹，看见你像追梦的烟火，我张开了双手请带我走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们这家伙知道了什么？少来这一套，真是不识趣的家伙，何不放松一下呢？有话就快说。别着急，山林骑士，接下来我们要去调查蓝星的遗迹了。蓝星遗迹什么玩意儿啊？古代人的遗迹或者叫墓碑，从他们的历史来看，这些建筑物内藏着各种谜团，可能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那些个破石头里面能有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吗？也罢，到时你就明白了。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呀？那些地方我探测到高能反应，也就是说那里有原能爆发点的可能性很高。调查遗迹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现其他的爆发点。很好，一点就通。真是无聊的理由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该走人。你让我来就是看你们内讧。不不不，当然不是这样，这次请你是来帮忙的。我拒绝，我是直接受命于天龙陛下的，轮不到你来指挥我。反正我是受了命令，你们要是有危险的话，我还是必须来救你们的。走着瞧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栽在自己的嚣张之下。你怎么看，王子？就把他们的密谋告诉降风那小子吧，这样的话，就算那家伙再怎么笨，也会知道我们是强大可靠的伙伴了吧？这个主意不错。明白。喂，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我啊，别急，慢慢吃。居然是个无家可归的小朋友，还好你认识我家祥风，不如再去洗个澡吧。真是久违的感觉呀！我平时工作忙，很少照顾我家祥风，像这样子在家里那么亲近，让我找到了点当母亲的感觉。妈，今晚吃什么呀？我想……你……祥风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
雷诺斯，你给我过来。哦，原来你叫雷诺斯，真是个可爱的小孩啊。哎呀，坦白从宽，你这个家伙来我家干嘛？不是说过不准对我妈妈出手的吗？说，你说什么呀？谁对你妈妈出手了？是因为你太弱了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他们的情报。他们的情报？什么？喂，站住！总之，小心你们的遗迹吧。站住！我们的遗迹？雷诺斯想表达什么？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会不会是个陷阱啊？是有这种可能，但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个会撒谎的人呢。香凤，我看你来决定好了。好吧，接下来所有星魂战士要去到世界各地的遗迹监视，看看那帮外星人又在搞什么鬼。好的，我马上让啸天寒去。派大，你觉得雷诺斯可以相信吗？这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呢。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刚才没有看到吗？这说明不了什么，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是种幸福。如果刚才不珍惜，那么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天龙不会轻易就这么放手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呀，香凤。别跑啊！雷诺斯，难道真的是自己人？我有点不明白，监视全世界遗迹的话需要长途跋涉，这样很容易因为劳累而被敌人攻击的呀。那你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没有。不说这个了，我觉得闪灵骑士和那个雷诺斯根本就不可信。这个我倒赞同，我可不想他又捅我一次。就是，谁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们都捅个大窟窿。集中精神，不要闲聊。飓风飞鹰还是那么一根筋呢。好，我们冲。好。遗迹，那就是妈妈的妈妈，很久很久以前的爸爸妈妈，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王子。到这里可以了吗？蓝星，不是地球，真美呀。我的母星要比这里美上百倍、千倍。我是飓风飞鹰。我这里发现了敌人机体。他们消失了。不好，让他们逃跑了。飓风飞鹰，怎么了？你那边发生了什么？抱歉，我跟丢了。没事，这不怪你。我会加倍努力的。原来雷诺斯的话是真的，我错怪他了。好，大家继续监视，但是记住，不要被敌人发现了。遵命。遵命。刚才的黄色小鸟交给我不就好了？蛤蟆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节外生枝了。现在调查蓝星遗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没有必要的战斗能免则免。但是低等的蓝星人怎么会识穿我这个完美的计划呢？我的计划应该毫无破绽才对呀。王子，真的不用追过去吗？这次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会插手。明白了，这次被奚落识破的话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终于出现了。空营，敌人的情况怎样了？他们似乎在调查巨人岛的人脸石像。巨人岛的人脸石像，总之继续监视，我马上就到。遵命。啊，充满力量的美感，这就是低等蓝星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吗？难以置信啊。找到爆发点了吗？压根儿没有，我们白跑一趟了。哎，也好，反正磨刀不误砍柴工。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聊人生吧。少来了，我对你的人生没兴趣。女人心海底针，剪不断理还乱呢。啊，无处可逃了，希洛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老老实实投降吧。哎，台词真是老套，但我可不像你们那么老套。你们以为我毫无准备吗？哼，老老实实投降吧，你们。有异样，我来摧毁他。那是信号。终于轮到本大爷出场了。虽然不知道你耍了什么花招，但是你连机体都没有，怎么战斗？投降吧。机体我才不需要呢，你没听说过聪明用口，愚蠢用手吗？少废话。啊，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不好不好不好。尝试一下这炮弹鱼吧。喂，笨蛋鲁芬达，小心一点，别连我们都攻击啊。不能让他们逃跑。就给我。你在乱跑什么呀？你的对手是我鲁芬达呀。我要去战斗。且慢，你不必去战斗，脏活累活全都交给鲁芬达就行了。我们呢，继续我们的蓝星之旅吧。不过为何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计划呢？总有一种违和感，难道说……这样下去对我们非常不利，队形散开，化整为零，对敌人逐一击破。遵命。哼，本大爷才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。轮到你们被电了。
接下来是激烈碰撞。好，接下来三架一起碰撞。糟了，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吗？小天寒，攻击那些怪物。遵令。啊！发生什么了？啊！竟是些耍阴招的家伙！算了，我一次过把你们全都变成碎屑。各位，合体吧！立正！真是一群怎么打都还在的虫子！辛苦你了，闪灵骑士。我不需要你的道谢。讨厌，闪灵骑士、雷诺斯，你们到底是敌还是友？给我说清楚啊！拍档，他们也可能是为了守住某个秘密，才假装投靠敌人的。某个秘密。
派大，这个东西是外星人用来探测原能爆发点的晶体，现在已经没有能量了。哦，话说起来，这东西脸可真大呀。哎，这个是谁呢？是为了什么目的造出来的呀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答案必须由派大你自己去寻找了。哦，